借，有那个手机的借我一下好不好？你们的荧光灯，有那个手电筒的朋友，手电筒，帮我借一下，因为我现在要开直播了，开直播，所以你们的那个手机的荧光灯借我一下好不好？不然我的直播会很孤单哎。这边的前面的朋友，对，把你手机的借给我好不好？两边的同学，理我一下，把你的手机借给我，也为了防止你们偷传赖。想当初你爱着我，那有多温柔？现在你随风而走，不曾回。可以 A 了，过。